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慧珍又来了。今天慧珍要与大家分享怎样来做这个月饼的馅料，就是用这个莲子，去做的莲蓉馅。莲子去做莲蓉馅是很高级的，比那个豆子的价钱哦是十比一倍的。我们这边买这莲子很贵，可能我买这个莲子已经去皮了，已经去心了。但是去腥了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要浸泡，我这已经浸泡了超过八小时了，然后把它开了一个一个，还是有那个它的腥，有黑黑的在这边，我们要去掉这个黑的，它的腥如果没有去掉就很苦了。但现在已经很暖了，等一下我会用高压锅去煮，就比较快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需要用的材料就是我用这个莲子是500克，然后用这个是麦芽糖250克，还有这个是细砂糖200克，还有油200克，还有2克的食用盐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倒进锅子就这个水淹过这个豆子就可以了，煮20分钟我们就可以就已经煮熟了。然后呢再用搅拌机去搅拌它，然后再炒。等一下全程我会拍给你们看哦。现在我们就来煮这个莲子了。现在我已经将这个莲子倒进这个高压锅里面，我现在倒水，这个水刚好是1公升，1000cc 的水哦，就没过这个莲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盖上盖子把它煮了。刚开始呢，我们就用比较大的火去煮，就是这样，火那么大。然后等一下它已经这个红点哦，这个红点已经升上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调到最小的火，那么煮个20分钟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这个莲子已经煮好了哦，就20分钟就那么暖了。现在哦，那这样去这样压哦，很暖了咯。然后现在呢，趁着它还是很烫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把它送去搅拌机里搅，就不再加水了，就剩下这些水把它搅了，就是看你们的搅拌机是怎样的。有些搅拌机要加很多水，但是我的是强力的，是不用加水就可以搅动它了。现在我就要去搞水它了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把这个莲子把它打好了，你看很细腻哦，很美哦。刚才那个1000cc 的水倒进去，煮了20分钟，刚刚好，可以打得动。但是可能这个看样子炒的时间也是要多一些咯，然后我们就耐心的去炒咯。我们现在就去炒这个莲蓉馅了哦。现在我们就来开始炒这个莲蓉馅了哦。这些现在还是好像很湿很多水呢，我们就把它炒干了一些才加油加糖进去哦。这个火要小小的哦，它会很快就有粘底的，要这样子铲这个锅底，才不会如果它粘住了，它就会变成结块了，结块就是已经是失败了。如果这很不小心让它粘住了，我们要赶快熄火，赶快盛出来这些莲子的馅，然后就是洗净这个锅子又再来炒。如果真不小心把它烧焦了哈，这样炒，这样子铲到底哦，这样子来刮刮刮这个锅底。然后这个火，如果你的手可以很快，你就可以调大一些，如果要不就可以，你不能够你的手没有快呢，就是底下怕它粘就对了。我们全程呢要这样煮，等一下干一点了，我们才加那个油进去，糖，还有最后是麦芽糖，因为麦芽糖加进去，它变成很重，很难这个搅拌的。然后就这样，如果现在呢，通通都加下去呢，等一下它会很湿，好像很水的时候呢，就是等一下它会喷上来，就会碰到手，我们手就受伤喽。就直接去搅的很干哦，比较干了，我们先加一点点的。进去加糖先，然后加油，然后最后再加这个麦芽糖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把它炒成像现在这个状况，已经水有点干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加这些盐下去。
因为我这个价盐呢，就是个人的喜欢了哈。如果是甜的东西，我比较喜欢加一点盐在里面，就中和它，吃的时候才不会那么腻。然后现在我们加一点点的油进去，就一直炒。等一下再加糖，糖还没有进去哦，就分三次加这些油哈。那比较干了之后再加这个糖。现在呢，我们再倒一些油下去，就留一点点，到最后再倒下去。那现在它会已经有一些干了，等一下把这些油吃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再加糖。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炒成像这样的程度，就已经比较干一点了。我们可以加这个糖全部加下去，就是炒它融化。等一下它比较干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加那个麦芽糖。现在呢已经炒了像这样子的程度，我们就可以加，刚才已经加糖了嘛，现在就加这个麦芽糖。现在就可以了，现在刚才我称的比较多，所以我没有加完它。这样子加下去就不会喷到手了，就不会泡泡泡，这样子喷到手就很疼的，会受伤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一直炒，一直炒到它不粘这个锅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这个莲蓉馅已经把它炒好了，就像这样的状态。我用这个就是平常的一般的锅子，不是不粘连的，是会粘连的，但是现在已经把它炒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就把它这样摊开来，让它冷，就等一下就会比较硬了。现在已经硬了，现在美美的哦。好的，等明天冷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哈。今天我们这个莲蓉馅已经炒好了哦，一共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它炒好的，因为这个是跟那个豆子的炒豆子的时间跟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比较幼滑，然后要很小心，那个火要很小很小，因为火很小很小，炒的时间就比较长咯，它才会干了。然后呢，就是现在炒起来就是像这样的颜色。因为今天呢，我没有去把这个它的白糖把它炒一点焦黄才下去这个莲蓉馅，可能有些人喜欢它的颜色比较深一点啊，也可以这样做，把白糖先下去这个锅里面煮黄它才下去这个莲蓉馅也可以的，不是说有是炒一点点焦糖才倒这个莲蓉馅下去，等一下出来的成品就是变成琥珀色，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比较白的颜色就对了。就是炒这个莲蓉馅跟豆子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，方法做那个豆沙馅方法也是一样的。上个视频我有教大家怎样来做这个豆沙馅哦，就是在视频里面有教大家做那个糖浆都有，如果你们要做豆子豆沙馅啊，也可以再去那边参考一下哦。然后呢，我也欢迎所有的好友在视频里面留言哦，还有要问些什么问题，我会回答你们的。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影片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然后呢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喽。希望你们能够做出很好吃的月饼来哦。然后呢 ，OK， 拜拜。忘了跟你们说了，怎样将这个炒好的莲蓉馅呢？就是等冷了之后，我们如果没有及时用，就把它将这个保鲜膜包好，就说在这冰箱里面。如果真的用不完啦，把它装在一个塑胶盒里，还是塑胶袋也可以，藏在那个结冰的冰柜里面，也可以保存好几个月哦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样处理它。然后才不会，如果你放这样子，它表面会变得很干很硬，就不好吃了。OK， 希望你们能够做得成功哦，拜拜。